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对鞋熟口熟面呢？没错了，这对就是 Adidas 之前出过那对的概念波鞋 Futurecraft 的正式版 Alpha Edge 4D。 这对鞋的最大的特点呢，就在它的鞋底，鞋底是用了最新的数位光学合成技术制作，对比一般 3D 片需要一层一层慢慢地打印出来，这个技术所需的时间呢就少很多了。另外鞋底的密度都有特别设计的，鞋踭位的密度就明显比较低，落地的缓震和承托会做得好很多，而鞋头就明显密度比较高，灵活性就可以大大提升了。对鞋17号就会见街了，有兴趣的到时去 Adidas 见一下它真身了。